Hello，Hello，请问今天有赛道可以跑吗？我想要去玩四驱车啊！你们倒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没有开，公休。哦，今天老板娘生是不是？哦，老板跑路了，失火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已经打了五间的电话，你们有没有开啊？今天我想去跑赛道。雨昕，你知道还有哪里可以跑四驱车的赛道？什么线下赛道啦？哦，拜托，现在成熟的大人都马在暴走兄弟极速奔跑上面跑四驱好吗？哦，哎，对，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上线了。哎，你等我，我跟你一起玩。哎，一上线就有好多这个老用户回归活动哦。哦，你很逊哎，现在才知道。现在啊，只要是14天没有登录的玩家，都可以参加这个回归活动哦。你看看你到底多久没有上线了？赶快上线啦！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回归任务跟专属的奖励等着你来拿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你这边有一个回归信封啊，你看它。哦。哇塞，哎，这个奖励也太多了吧！哇，真的很多奖励耶！哇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回归礼包哎，我看看。哇塞，这也太划算了吧！这么多改车零件在里面。哦，真的耶，有这个礼包里面的这个资源跟零件，我就可以马上开始改车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差很多耶，我们赶快揪其他人来玩好不好？喂，喂，是不是该归队啦？什么什么？好，我马上来。为什么零的回归签到扭蛋券还是抽不到好的素材啊？啊，难不成我是非洲人吗？别担心啦，现在回归前三天呢，经验值都是双倍送，你只要多跑几场就有啦。而且你看，现在回归任务只要你完成，就有紫色跟橘色的改车零件可以领哦。改车我部落级的啦。哎，你们知道现在有工会赛事吗？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没有工会啊。有人可以收留我吗？赤鬼，来我工会好了啦，我工会里面全部都是职业车手，那工会赛奖励领到爽。哦，我都不知道工会有这么多福利耶。那当然啦、啊，工会赛有专属的跑道。哦，而且听说还有商店跟对战哎，现在好像还有新增3v3的工会赛事。哇，我的工会也很热闹哦，要不要考虑加入一下？我们工会里面有好多好多大神，我都会去偷学他们的车技。现在完赛对我来说轻而易举，偶尔还可以套圈别人，你们看一下啊。暴走兄弟极速奔跑邀请你斗争商品重返荣耀。记得那天你初登赛道，跟我们一起夺下世界冠军的那一刻吗？虽然我们失去了联系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会重返赛道，角逐世界杯冠军。为了庆祝你归队，我们准备了专属的活动与奖励。冲吧！让我们一起重返荣耀。